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。今天我们继续欣赏网友冷萌的操作啊，他现在还是用的是这个千手铸剑，对方是宇智波止水，看一下能不能虐他。走过去二技能，二技能没有拉到，对方开启的那个、也是二技能是吧？然后过来替身，哇，这个出来出去出来出去，到霸给悬住了啊，悬住之后还好有霸体，哎，他这什么秘技能还能挡？他被人撸了，撸了之后一个一技能替身抓过来继续吊打。对方马上有替身了，替身，哎，对方替身之后，仿佛还能控制住啊！我还说他怎么傻了不动，然后控制住之后，然后又是一阵削，把这千手铸剑削的还是挺疼的。替身和一技能，然后过来落地继续踩他两下，然后对方马上就要有替身，但是被千叉插住了，插住之后，然后对方、没有替身，没有骗到替身，然后二技能。哎，这时候丢一技能，对方又开始二技能没有打到，哎呀，被人拉进去了。然后这时候替身，然后再加个一技能，啊，终于是把对方搞掉。看来对方还是不简单啊。但是看他打这个其他比的话，还是打那个谁，反正很快啊，打佐助好像啊，打卡卡西啊，非常快。没想到这次打这个止水这么慢。然后丢个一技能，对方啊那个百豪印千叉没插到，被人家爆了一下。好，对方替身之后，哦，招了个元魔，对方没有替身啊，元魔先把对方控制住，要不然这时候他就麻烦了。对方也是开了个闭合，一技能反方向换一技能，猜到对方要换技能打他是吧？那就反方向丢，他继续踩他，对方替身千叉没插到啊，一拳被打死了，最后千叉换反了，对方这么嚣张，就要用国旗做头像，这不怕被投诉？最后我们看一下啊，对面是百豪印，这时候拿出了宇智波棒，丢个一技能，千手铸剑其实也是很强的啊，是吧？一个 S 的丢了个乌鸦，对方替身了啊，没有替身，这个跑，然后丢个气血，然后再丢个二技能，每次方向都丢反了，然后哇塞，这个一技能爆的好厉害，这么超远距离爆的，平 A 要飞手掏一技能。哎，对方替身跑没了，啊，丢个二技能把对方悬起来，悬起来之后，哎呀，没捞到，哎，这也能捞起来啊，真是很尴尬。果然是 S 人是吧？落地那么久了，竟然还能把对方拉起来。哎，又丢个二技能，想骗替身没有骗成功啊。然后又丢个气旋，大气旋加小气旋，哇，最后又把这个加了走路打，然后飞手丢二技能，哎，没有扔回来，一个大招，对方没替身啊。没替身开大招很危险哦，啊，对吧？替身好像还跑不掉，哎呀，这个大招好厉害啊！替身之后也是死，只能说这个百豪鹰好倒霉啊！就早点替身或者是晚一点替身还好呢，他偏偏那个时候替身之后，又没地方跑，最后还是被虐了，夹在角落夹死了。我们来看他打鬼灯幻月啊，二代雪影走过来一个一技能把人削到，再丢二技能对方替身之后。发起了水枪啊，水枪戳戳戳戳戳，哎，没错，人家被人控制住了，控制之后，哎，这下好了，放在地板上摩擦，一口火喷加一个一技能戳一下，再来一个二技能又拉到天上飞起来，对方替身了，替身之后水花戳戳戳，开水枪啊，跑了，跑得很快，哎，又戳住了啊，戳中之后也被人打了一下，啊，抓起来暴揍，又是一个二技能飞天，哇，直接上大招啊，赢了，直接秒掉了，很快啊。